F50。那么这支琴呢，它是和爱尔兰的百年之久的 bushmill。我们在去年推出过2017的版本，那么今年呢是2018的版本，它呢全球限量是25支。那么这支琴呢，它采用的是 Lowden 著名的 F 筒型，它有着相对圆润的身躯，它的面板呢采用的是 Must Grand Alpine Spruce 大师级的瑞士阿尔卑斯云杉，它的背侧板呢同样是采用的 Must Grand 的级别大师级的 African Black Wood 非洲的 Black Wood。 那么 Black Wood 我们在翻译的时候呢，可以把它翻译成黑木，但是其实呢，它的纹理呢更加的像巴西玫瑰或者是印度玫瑰。那么在这支琴的背板上，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个非常抽象的图案，那么这个呢是由百年的古桶由橡木镶嵌而成。它的指板 fingerboard 采用的是乌木，在12品的位置呢同样有 bushmills 的橡木的镶嵌，上弦的 nut 和下弦的 saddle 都是采用的骨质，上弦枕的宽度呢为 1.75 英寸，它的有效弦长呢为 25.5 英寸，也就是648毫米左右。它的琴颈 neck 采用的是桃花心木 mahogany， 同时和玫瑰木做了五拼的设计。它的包边 bind 采用的是实木，这个是 figured Tasmania blackwood， 塔斯马尼亚的火焰纹的这种木材。F50 的标准的音孔的实木加抱音木背的镶嵌。那么整支琴呢，采用的是哑光的元素。那么整支琴呢显得相当的古朴典雅，那么这支漂亮的阿尔卑斯云杉和大师级的 African Blackwood， 它能呈现什么样的音色，让我们来听听吧。